来，接下来要介绍全三立，全三立最邪恶的商品。三立严选阿诚师为大家来介绍鱿鱼条。怎么变笨蛋了？啊，电电油！这个已经不知道要介绍什么了，这个已经介绍到你买就对了。这个买下去，这个手撕鱿鱼条没有再跟你客虎兰欸，没有再跟你客虎兰的，真的。这个长短啊，这个是有超级长，有这么长，然后有这么短，为什么？因为它一条鱿鱼有没有？每一个位置它会长短不一样哦，然后你看它的厚度，各位，你看这一条多长啊 ？J 有没有 ？J 周杰伦的 J， 周杰伦的 J 哦，好幽默，这很幽默哟、哦，这你 get 得到 ？get 到了，真的哦，对 ，L 我 get 不到了，哦，一看这个长短哦，你就知道。但是我们的固定都是100克以上哦，对不对？对，100克以上哦，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其实我发现我的笑点有时候会因为现场工作人员的不同而变得有一点点层次高低不同。我觉得我要检讨一下我自己。你也要成长。对，我要成长。嗯，有时候做一些笑点还是要高级一点，知道吗？嗯，好。我们是你挑战的动力。对，是是是，我们是你成长的方向。这我们三立电电购物特别为大家挑选的深海鱿鱼手撕鱿鱼条，好，这一个呢不用讲了，全三立这个热销几万包以上的，这不用想，这个太夸张了。这个有效期限到2024年2月1日，等于是说一个大概有效期限多少？几个月？三个月？未开封的话是10个月了，那有效期限大家回去看一下，回去看一下，这一包145元，这个超级无敌好吃。囡仔人若是要吃吼，给它拔的小小的吼，啊老人吼，这个很嫩哦，这个超级嫩的，吃下去会有一点点烘干的深海鱿鱼烘干的味道，整只鱿鱼的味道非常明确。145元一包，一般是这种啊，我们就不给大家看那个包装了吼。一般如果是长这种的你就知道拜拜的时候有没有站在右边的时候，啊抽签，拿起来这样子上上上签啊，这样子，这个这种就是加工用的，好不好？嗯、看一下这一种都是一般这种都是什么？整个鱼啊打成鱼浆了，然后再掺一些淀粉，再掺一些化学添加物了哈。这一个吃下去，不要吃，不要吃，对，不要吃不健康的东西，不要吃不健康的东西。来看一下哦，来拿钱拿镜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切面为什么会这么整齐？这个切面为什么整齐？很显然，它一定是一个这样直接这样喷射或直接压出来的。我们这不是，我们这是手撕的。来，我们可爱的小编天天在这里家里手撕，来拿给大家看一下。没有，刚刚那句是开玩笑的。淀粉鱼浆就是不健康的，然后这就是整要上直播。给他讲啊，给他讲。拜拜。干嘛？你为什么？搞不好你很有潜力，搞不好。没有没有没有。最近很流行一个大陆用的吼，这我就不小说什么说什么小朋友的那个。最近新闻很红哎。最近新闻很红的，说什么这个叫做树毛度啊？我跟你讲，这个超级无敌化学的，我们画面都看得到了吼。很多人还在，我看那个 YouTuber 还在测试，说什么泡泡面很好吃。哦，还在说什么配什么很好吃？不要闹了，为你的健康着想。我现在要倒下去，你再倒水，看一下。嗯，这个说什么会吃了会爽，还是吃了会磨，还是吃了会郁的哈、哦？不要管它，看一下有多油啊，油腻腻啊，油腻腻，哇，好油腻啊！这个啊，哎、欸，一拿去给那个流浪猫狗，它都不吃。我跟你讲。真的很油哎、欸，你看又咸又恶心哦！来倒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拉一下，直接倒给大家看一下，有多么的油！你看这上面都浮油都浮出来了，油都浮出来了。来来来，这卫生纸给你擦一下。Sorry， 你看都是油，上面好油吧？超级无敌油的，你看它多油，油都跳出来了，沾到，你看。
对啊，真的有够油的。你看油到我这还擦不到，我只能用刚刚那个洗衣粉去脂的来把它洗掉。這個、对啊，等下可以泡那个酵素粉。只能泡酵素粉了。你看这个这么油，哎、欸、，You are what you eat， come on。哎、欸，然后拿出来，你看一下那些颜色。哎、欸，赶快赶快借我一下，我要拿。你看了、哦、我现在假设我要把它拿起来哦。你看我，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有筷子，我要给大家看那一根啊。而且那味道好重。对啊，你看这味道，你以为很香，你以为很那个，但真的不都不天然，都不自然啊。哎、欸，我们三立严选给大家的商品是超级无敌佛心价，它在挑战你的那个味蕾。我跟你讲，真正好吃的东西都是非常天然的，这就是一样素素一倒大包。然后，而且我们还一油三吃，哦，除了你原味之外，哦，除了你原味之外，我们还准备这个麻辣粉，还有我们这个芥末粉，哦，这些呢，你也可以搭配一下你家里的哈、哦。如果你敢吃辣的人，你就再沾一点点哦，吃辣，让吃。然后过年的时候追剧，拿着一包回去，通常一次购买都是三包以上的。因为第一个，你今天打开的时候15分钟，你一定会吃掉一包。打开的时候，你一定会吃掉15分钟，一定会吃掉一包。接下来第二包呢会被别人抢走，第三包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了。哦，所以呢多买几个回去。这个一包145元，超级支持，这一个绝对要买，绝对要买回去，不要再去吃这种加工品了。哦，多买几包哦，买个一箱回去囤。买个一箱回去囤、哦、不要就还要出去，我们店店有直接帮你送去，而且今天免运费，好不好？这还要出去外面便利商店买哦，临时啊，家里有人要喝酒啊，或者是你想要啊追剧的时候吃啊，或者是你想要分给这个同事们啊，这个都很天然，而且又是深海鱿鱼哦，这很棒哦。好的，感恩一下哈、哦，我们来这个以后就不要再吃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了、嗯、哦，分享这个很棒，那色素也很游刃有余啊。